好，我们来看看政坛焦点，蔡英文的台一线之旅啊，第五天出席了嘉义的造势晚会，现场是募款参会，义卖便当一个要2012块，2012其实并不便宜，不过民进党号称有上万人力挺，让蔡英文非常感动，而且还有一个超小的助选员，他今年只有5岁，亲自送上自己的铺满，祝蔡英文高票当选。台线墙第五天，蔡英文来到嘉义造势晚会，作为5岁的王小弟送上自己的铺满，挺蔡英文成为全场焦点。我小鱼大学，你要小英当选啦、啊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晚会现场也是募款参会，义卖的是印有小英图案的便当，这一个要价2012元不便宜。民进党号称有上万人力挺，也让蔡英文感受到乡亲的温暖。今麦政府做得足无好诶，咱的社会，咱的社会内底有足多诶焦虑甲不安，因为咱的经济愈来愈歹。小英火力全开拼马，政府也不忘端出政策牛肉。故宫南苑，咱的布袋港的扩建，咱的码头后的开发，啊，咱的云霄农业特区的300亿的基金，咱就会来拼。蔡英文端政策向选民拉票，期许能在嘉义拿下66%的选票，前进总统府。年代新闻张俊荣嘉义报道。好，不过现。